奥田，日本名创的奥田，那个 ASM880-41 有适应性的，有欧洲的安全许可证的。这个新机呢台系日本名厂奥特嘅ASM880-CE 有欧洲名嗰个安全认证嘅。那个如果打开盖，先来打开盖，打开盖倒翻出去。啲饭打松先啦吓。饭要打松。现在要放紫菜，要出咗头嗰两次饭纸先啦，啲饭未落去噶嘛，出咗先啦，出咗摆落去先。现在要先试，现在饭好靓啦，系啦，能调厚薄。而家成咗型啦，已经成咗型，就可以下一次就摆紫菜落去啦。你而家卷咗先，摆翻落去啲饭。咁啊一个Marky卷啦，咁啊而家摆紫菜落去啦。咁佢咧就呢個中卷嘅，做中卷紫菜。你表演啦。係啦。咁呢個做中卷紫菜咧，咁啲紫菜。這個做中卷紫菜的。就剪好佢啦，係啊。OK 嘅，得。咁我而家就泡飯，跟住攞。這個泡飯。青瓜。這個飯咧就放青瓜。係啊，放青瓜，一擺兩條啦，中卷係啊，擺兩條，咁啊跟住。好靓啦，好漂亮。咁就紫菜啦吓，啲紫菜要剪翻短少少，紫菜系啊，啲长度长少少。嗱呢个好靓啊，方卷系啊，青瓜卷可以攞去切卷机嗰度切噶啦。现在是香港天发工程有限公司的总代理 ，ETS 的香港，是呢个系香港天发总代理。攞咗青瓜兩條 ，OK。要兩個仔一齊撳啊，因為要兩個手一起按的，安全啊，所以為了安全，為了安全，兩個手一起撳啊。係啦，歐洲嘅呢個歐洲安全版本啦，先就有呢個安全掣嘅。歐洲安全版本才有 Imagine Stop 嘅，因為歐洲安全版本嚟嘅，係啊。歐洲安全版本是有歐洲安全版本是有這個呢個。咁咧就講一講解呢部機，仲有個好處嘅。佢可以淨係出泛紙得嘅，譬如有啲人唔需要做卷嘅嘛，淨係出泛紙，佢亦都可以淨係出泛紙。點樣做咧？就係、是。supply 咧就係淨係出泛紙 ，wrap 就係卷。咁如果你淨係要去出泛紙咧，就喺可以揀嘅。咁喺 supply 或者 wrap 咧就撳去 supply 嗰度。咁可以淨係出泛紙嘅。咁啊淨係出泛紙咧就可以就咁貼張紙菜落去啦。有啲人就唔需要卷噶嘛，就淨係出泛紙噶嘛。卷嘅而家貼過嚟。哦，可以撳翻過去噶嘛，淨係出泛紙嘛，有啲人嚇。咁就淨係出泛紙咯，有啲人淨係需要鋪飯嘅咋，唔需要去再揾竹隻卷嘅，亦都得，即係兩個功能咯，淨出泛紙又得，做壽司卷又得。入邊嘅教厚薄，你點樣教啊？好啊，呢、這個攞埋一邊。咁咧就教厚薄咧就嗱，第一個 thickness 就係厚薄，調厚薄嘅。thickness 即係調厚薄。加減。加減。係啦，第二個咧就係length 長度。第三個咧就係 position 位置。position 就是位置。第四個就 density 係密度，啲飯嘅密度，飯度的密。係啦，即係壓力。係啦，呢個 wrap strict 就係卷嗰個力，即係卷的力，揸埋個卷嗰個力。加埋，即係加。你需要佢力度幾大咧？如果你話要卷實啲，咁就更加就加。卷冇咁實就撳翻減，咁就不要那麼牢，那就減。那個厚薄是怎麼咧？厚薄啊？厚薄就係撳去 thickness， thickness 加咪厚啲咯，減咪減是薄，係啦，係啦，就咁簡單。
呢個 supply 同埋 wrap 咧 ，supply 就係出飯紙嘅 ，supply 就威雪嘅，出飯紙 ，wrap 就係卷。卷，嗯。如果你撳平時撳普通，即係唔喐佢呢個掣咧，就係、是、一下出飯紙，一下卷，一下出飯紙，一下卷。嗯，咁你自己可以隨意嘅，隨意可以。O、okay, K， 你現在就清洗啦。Imagine stop， 真的咩？撳咗，乜掣都撳唔到，什麼都要向右扭翻出嚟，向右扭翻個掣出嚟，旋轉先至可以誒喐。但係一撳咗急停，一定要熄機開降，唔係佢係咁響嘅都係，就係咁簡單。如果按急停以後，已經有個都開關停啦，以後再開。電壓係200瓦，這個是歐洲的電壓220瓦。至240伏，澳洲240伏，澳洲的。那个如果是原装日本来不改电的，81瓦，日本版是110伏，是美国。有一教点清洗啦，加拿大。第二段片拍。